眼见色，见得很清楚，不起心不动念；耳听音声，听得很清楚，没有分别之处。耳去听，眼去见。佛法很多地方不学，自己就通了。怎么通了？用真心就通了，用妄心就迷了。如果我们要用真心，很难，为什么？妄念太多了，不知不觉妄念起来了，真心就被它掩盖了。有一个方法，这一个方法在佛门自古以来很多人用这个方法成就的，念阿弥陀佛，妄念起来了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分别起来了，南无阿弥陀佛，通通归阿弥陀佛，不归别的地方。慢慢久而久之，应该两三年的时间，你的妄想杂念就没有了，没有了就生智慧，智慧能解决一切问题。即智慧是用真心，用真心不用妄心。在平常生活当中练功夫，眼见色，不起心不动念，不分别不执着；耳闻声也是不起心不动念，不分别不执着。这个人叫真用功啊，这个功夫用的是成熟，大概一年两年，你的心清净了，清净心现前，不会再那么热轻而易举的起心动念分别执着。佛法八万四千法门，门门都能成就，那康庄大道你随便走哪个门都得利，不向外求，佛法向内求。所以佛经叫内殿，是正知正见，是我们自己本有的智慧反映出来的，这比什么都重要。Oh.